天吃一个鲍鱼饭，然后这个是乐乐茶的蜜瓜蛋糕，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有8寸，好大一个。然后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完，我就到时候试一下吧。先吃饭。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品种的蜜瓜，真的超级甜。我忘记它里面也是有那个水果的。吃这个蛋糕，我感觉可以完全不用配水配饮料，简直就是在喝水。
好的。这蜜瓜真的太甜了，我感觉是一款特别解暑的一款蛋糕。这个蛋糕我吃到现在真的一点都不腻，真的好好吃。我休息一下。